到猪的频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U。今天大家要吃美食哈，美好年代，西门诚品的这一家啦，买吧。我们就买这一个吧，刚刚买了，然后价钱上的话120，我觉得还能接受，只是现点现做。我点的是舒芙蕾，要等20分钟，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是车轮饼的部分，他说要等15分钟。嗯，好，走吧。酥乳啦，哦，超香的啦，哇，这个珍珠整个很黑啊，然后这个舒芙蕾整个很蓬松，先吃一口吧，好难过哦，宣不在这，他应该也很想吃。听说舒芙蕾这个东西啊，就是整个吃下去会没什么感觉啦，因为它融化的蛮快，不像松饼就是比较硬，比较吃得出来。然后这个可能我可能放到嘴巴里面，它就融化了吧，我想。还好这个没有上次去吃那个乌沙融化的快，它还是有一点让我觉得我有在吃它了。然后你们看啊，这上面有一些酱，它有奶茶的味道，哎，好酷哦，难怪叫珍珠奶茶。就是听说就是美好年代就是要点这种珍珠奶茶松饼来吃啊，才威啊。舒芙蕾这东西真的是很快就融化掉，而且它还蛮搞钢的，制作过程你们也看到了，就是这么搞钢啊，难怪要等那么久。好了，我吃一口他们的珍珠，感觉很甜哎，这个糖浆有没有？它珍珠算是普通的，以五十来来说的话，比五十来的还小一点，可能也算是 Q 啦，很有嚼劲。我记得啦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美好年代，但是我记得东区有一家，我上次跟我朋友两个人，哎不对，四个人，我们排了好几个小时都排不到位置，结果两个两个拆开啦就有位置，我们等了好几个小时就都进不进去美好年代吃饭。可是很开心啊，西门这边有一家，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吃松饼的话，不用等那么久啦，来这边外带一下，就是可以外带这样子一盒边走边吃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它真的是内用很可怕，好好用，排队排到死，天哪，好疗愈哦！虽然被我吃得很饿，整体这个松饼啊，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还会再来吃。这是我第一次来这家店吃啊，我下次一定会带轩一起来吃。没带他来吃，真的是有点对不起他啊，因为真的还不错。其实我觉得舒芙蕾这个东西吃起来有点像蛋糕了，蛋糕。对。而且老实说，我觉得珍珠奶茶呢，就是要喝珍珠奶茶嘛。为什么要做的松饼？可是老实说，这家真的做得不错啊。好，最后价格非常的可以接受。那我的影片结束了，喜欢宝宝可以喜欢一些，帮我分享，叫亲朋好友订阅我，我是 CHU， 大家我们拜拜。订阅，我需要你的订阅，订阅哦。